醒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下地狱了。别开玩笑了，橙子哥哥，我是你最爱的人了，你怎么忍心伤害我的？蠢货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当初救你的人是穆廷修啊，他才是你的橙子哥哥。我骗你、睡你，那是想要穆家的财产。说什么？当初救我的人是九爷？想不到穆廷修还挺痴情，为了你甘愿放弃整个穆家的财产。只不过你们得到地狱去做一对苦命鸳鸯了。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表姐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看不清真相吗？宝贝，穆家和宁家的财产都已经到手了。看在你要死的份上，我就大发善心告诉你，其实宁家唯一对你好的老太婆也是我下药弄死的。穆廷修为了你家破人亡，自身难保，你可真是害人不浅。不过很快你们就可以去黄泉路上团聚了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林夕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穆廷修，你们浪尽高飞，你们猪狗不如，你们是畜生！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外祖母也是我弄死的，是我把她的降压药换成了让肾衰竭的药，要不是因为我，那个老太婆还不知道会活多久。我杀了你们！放火！别闹！我来救你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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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九爷，对不起，九爷。如果能重来，换我守护你。我重生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明天你就要嫁给九爷了，我们当然要先快乐一下呀。我难道是重生了？在我和穆廷修的结婚前夜？那是什么？偷情啊，拍下来才刺激。再说你不让九爷亲眼看见我们偷情，他怎么可能死心放你？来，我让你知道做女人的快乐。放开了！九爷不好了，少奶奶和那狗男人在婚房里。今天是2024年5月19日，是啊，九爷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带路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我和宁夕结婚的前夜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是宝贝儿，是一直想要我吧？啊！给你个大嘴巴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？哪有不一样？哎，小心你疯了！行，看我这么大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，生不如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九爷，不是你看到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狗男女不知廉耻！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成全我们和西西退婚吧。哦，九爷对你这么好，你还如此的丧心病狂，背叛九爷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小心，你在发什么疯？是你今晚约的我，是你说只爱我一个人，是你说要跟我私奔的。我没有，有九爷在这儿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是你要想抱我的。小心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全世界都知道你深爱的人是我，你是被迫嫁给九爷的。那是他们瞎，我爱的人有且只有一个，是九爷。宝贝儿，别闹了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九爷是不会为难我们的。你说实话啊，说实话，你说实话，说实话。
你还活着，真好。强子哥哥，这辈子我绝不会认错人了，这一世换我来守护你。宁夕这个贱人到底怎么回事？九爷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我们今晚还录了小视频，特别刺激，不信你自己看。西西，上一世你爱错人，被他拿视频一再威胁，这一次我会彻底毁了录像，绝不允许你再受伤害。他污蔑我，给你个大嘴巴。九爷，真的是他非要跟我表白，是他跟我私奔，是他说你逼迫他结婚的，他根本不爱你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有。小心，你要干什么？九爷，这样子够表达我的诚意了。不够。好。行，够了，你还要发什么疯？九爷，这样够不够证明我爱的人是你？够了。好，以后这种事让我来就行。好，以后都听你的。打个人不算什么，只要能守护你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奋不顾身。你行不行啊？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宁夕这个贱人不知道今天发了什么疯，把我往死里坑，我差点被活活打死。够了，我们必须要搞砸他们名下的父母，否则他们一旦结婚，生下长孙，到时候穆家全部的家产都是穆廷修的，一分钱都别想捞。穆家的钱，吃定了。明天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把宁夕给拐出来，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你说的轻巧，我要是再被穆廷修抓到，我就死定了。难道你甘心一直被穆廷修踩在脚底下？当然不甘心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这个。没想到九爷的身材比男模还好，上一世真是血亏。你在看什么？在看我的男人。宁夕，上一世你避我如瘟神，手指尖都不让碰，现在却这样，你是变了还是坏手段？你别过来，我是不会跟其他男人睡的，我爱的人是顾翔。我是，你放开我，我说了我心里没你，真让我恶心。近看更帅。西西，九爷的滋味是甜的。夏西，是你先挑起。看清楚，我可不是刘星。西西，你可看清楚，我可不是顾萧。长子哥哥，今天我就要嫁给你了，我会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证明我有多爱你。小溪，是我，我来救你了，小溪。上一世，顾萧骗我用病毒 U 盘毁了九爷的数据库，
害九爷耗时多年的大项目付之东流，损失惨重，最后九爷被长老们家法处置，打成重伤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次伤到手中。顾萧，小溪，我知道上次你是有苦衷的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是安全的，九爷就算打死我也没关系。你对我真好，我拉你上来说话。好，我就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不会变了。我来了，我带你走。阿七，顾萧，你没事吧？你耍我是不是？都怪我笨手笨脚的，你等我，我这就跟你一起走。哎，你别！你别啊！没事吧？我帮你揉揉。啊，我没事。你这个蠢货，等我毁了穆天修，我就弄死你。走。大事不好，新娘子要逃婚了，快去通知九爷。只要把 U 盘里的病毒插到数据库里，你就能抢到穆廷修10亿的项目，就能娶我了，对吗？当然，西西宝贝儿，我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。原来穆廷修把价值10亿的数据库藏在这个鬼地方，怪不得我找不到。哼，幸亏有这个傻白甜的蠢货。行，一定好好报答。哎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再晚就抢不到那10亿的项目了。走，快！顾萧哥哥，小溪，快拉我上去，我腿卡住了。来，哎呀，太深了，够不到呀。要不然你先把病毒 U 盘给我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你故意的。恭喜啊，穆家和宁家强强联手，天作之合。客气，珠宝世家宁家的确不错，但是宁溪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亲戚，哪里配得上我们穆家？不过九爷喜欢，我们也只能捏鼻子认了。是啊，这宁夕啊，也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能够嫁给九爷。这要是啊，再走上狗屎运，生下个长孙，那可就飞黄腾达了。绝对不能让宁夕威胁到我的地位，希望顾萧有点作用。坐，请。请，好。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穆廷修先生和灵犀小姐的婚礼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新娘入场。九爷，九爷，大事不好了，牛小姐不见了！我找遍别墅所有的地方，都不见牛小姐的身影。一个宁家亲戚能加入我们堂皇大夏第一家族穆家，已经是破天荒了。他居然还敢逃婚！一个没有家教的亲戚，原本给九爷做妾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看宁家都没有人来捧场，可见对他不重视。九爷不用顾忌宁家的颜面，抓住他一定要严惩。像这种女人呢，在过去呀，那要是进猪笼，被活活淹死的。闭嘴，小溪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。九爷，我知道新娘子去哪儿了。我再说一次，病毒 U 盘给我，否则我就活埋了你。你敢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怎么不敢？我恨不得把你挫骨扬灰。我求求你，你们放过我！闭嘴！看见你这个蠢货就恶心。我把一切都给你们了，你们要活埋了我，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就是命，白痴！去死吧！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放了我！哼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好像一条哈巴，够欠。U 盘，你比贱人贱人来贱的，请比我重新宰了你！小溪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求求你饶了好不好？啊，小溪，饶了我！够了！我把 U 盘给你，给你，明白了。
少奶奶她跟着别的男人跑了。什么？好像是朝着幕府庄园的方向跑的。这太不像话了。这大婚之日逃婚，这让九爷的脸往哪搁呀？不过明天的头条可会有啊。岂有此理，把宁熙抓回来。是。穆家庄园，他们该不会是知道了数据库就是藏在您的书房里吧？九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你的书房密码就不应该给那个女。若是数据库出了事，穆家的损失至少十个亿。宁熙，昨晚的一切是你的障眼法和缓兵之计吗？你做这些，竟还是为了顾萧？九爷，您的手。滚。穆廷修，你眼瞎？我可比我那个蠢货姐姐强一万倍。九爷，我表姐是真心爱顾萧的，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成全他们吧。成全？一直是那个女人啊，一厢情愿的倒贴。我儿子还不想要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呢。西西姐姐很可怜的，她从小就没有了妈妈。你去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哎，我听说呀，宁熙的妈妈好像也是跟野男人私奔了，意外淹死。九爷，这种品德败坏的女人绝不能进穆家的门，您还是退婚吧。够了，都闭嘴。九爷，哎，上辈子你为了顾萧不顾一切，一再背叛我，令我死不瞑目。小溪这辈子，我想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。去看看。九爷，他不会回来的，你被他骗了还不够吗？就是啊，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不一定就跟哪个野男人跑啊。九爷，已经几个小时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九爷，你就看清现实吧，他若是回来，我把脑袋割了当球踢。九爷，这种女人不值得。小溪，你回来了吗？怎么了？简直就是料事如神了，果然有人想用病毒摧毁我们十个亿的大项目。小溪，没想到你还是为了那个男人选择背叛我，你真的这么爱他吗？九爷，九爷，小溪姐姐，你回来干什么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来退婚的是吧？九爷，我求求你了，就退婚吧，你不要怪小溪姐姐，他不爱你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九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要退婚，我是去……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退婚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滚！新婚之夜居然和野男人头婚，还敢这么嚣张，把我们穆家的脸都丢光了！这种伤风败俗的你，在过去那可要庆祝龙的。九爷，这都是误会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？还想狡辩？你当我们是瞎了眼吗？穆家的脸面不能丢啊！真相是，宁熙，别再仗着廷修对你的宠爱，妖言惑众了。今天我们必须解决你。够了！我离开是为了找这个，这是病毒，只要连上数据库，就可以毁掉穆家最新的能源项目。哦，原来是你干的！刚才把病毒输入穆家数据库的人就是你，这个叛徒！你想毁了九爷，你想毁了穆家吗？不可能， U 盘明明还在我手里。为什么我已经拿到 U 盘病毒，穆家的数据库还是被入侵了？难道还有其他的病毒 U 盘？他已经顾大自招了，毁了穆家十亿的项目，绝不能姑息。这种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这就是因为你纵容太多。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难道你还要护着他吗？对，必须加法处置，打狗不是鞭。够了。听我解释，九爷，你千万不要怪姐姐，她背叛你是因为太爱顾萧了。顾萧说的对，这个蠢货变了。今天你对我的羞辱还不够吗？九爷为了娶你这个弃女付出了多少，而你在大婚之日跟着别人逃婚，现在还拿着带有病毒的 U 盘前来炫耀，就这样践踏九爷的心血吗？你还有没有人性了？别跟他废话，既然九爷不愿退婚，加法处置。等一下，我还有证据。
什么证据？我有三样证据，这三样证据不但可以还我的清白，还可以找出要害穆家的幕后黑手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找到罪魁祸首之后，你们要如何罚他？加法处置，五十鞭子。不够。你想打多少？加倍。小溪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呢？一百鞭打下去会死人的，你不想活了吗？那就一百鞭。再加倍，两百鞭，你真是疯。好，自寻死，答应你就是，还不开脱？派人去穆家庄园的西南角挖出证据。挖出证据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个东西。九爷，这个人在穆家树坑里被埋了半截，鬼鬼祟祟的。儿子，你这怎么弄的？怎么浑身全是血啊？这谁害的你呀？啊！我腿都要断了。都是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她不但想要我的命，还要活埋了我。好你个蛇蝎心肠的你，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，你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，我让你死！九爷，我离开是因为得知穆萧景用卑劣的手段抢夺穆家的项目，所以抢先一步抢走了装着病毒的 U 盘。我不是废材，我是代表中心。不够。这明明是你的奸夫，还说什么证据啊？第一，如果我要跟他逃婚，我会把他埋起来吗？第二，我忙着埋他，哪有时间植入病毒？这巧舌如簧。说来，他的确有不在身上。是啊，他要是不来，怎么会把他折磨成这个鬼？刘姐，第二个证据，借你电脑一用。密码是。我生日，这一份是顾家从穆家截取的资金，共计135亿。这一份是顾家利用穆家名号夺取的客户，这一份是顾家窃取穆家的拍卖资料单，还有这一份，这一份是穆家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不，没有，一定是那个小贱人挑拨离间，你，我掐死你！来人，把这个无耻的小贱人给我赶出去！糟了，全毁了！来人，小心，你还有多少惊喜？我们顾家和你们顾家是多年的交情啊，我们怎么会偷你的资源和钱呢？一定是他啊，是他污蔑。我告诉你啊，宁熙，我一定请好律师控告你，我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资料已经通过邮件发给周围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污蔑，一定是他造谣。九爷，你看这怎么办？九爷呀、啊，九爷，你要相信我。九爷啊，这不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这都是他造的谣啊。九爷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顾家为你们穆家鞍前马后的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些事儿啊？都是他造谣的。一查便知。禀告九爷，核对过了，全都是真。打！来人！不要！九爷，不是九爷！加法最后两百遍。就算你没和顾萧通奸，那你身上的 U 盘怎么解释 ？U 盘？U 盘的事情，我该问你吧？是你毁了穆家资料库。小溪姐姐，我可是宁家唯一认可你的人，我一直维护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诋毁我？一搜便知。九爷，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呀！表姐她疯了，她见谁都咬。急什么？我还没搜呢。别过来，不对劲，宁熙该不会真知道什么吧？前世你用这个方式偷走了我的戒指，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你带走我任何东西。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我身上。
一定是别人偷偷放我身上的，这跟我毫无关系。居然会诬陷自己的亲人，装得这么像，幸亏少奶奶聪明，不然真的是见到黑白。既然是真的，小溪姐姐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九爷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。来人，滚！家法伺候，二百鞭子。今天的三个原因，我还只说了你，还有一个没说呢。身为三大长老，一不能守护穆家资料库，视为失责；二不能安抚家宅，往生事端，视为失德；三不能自视自身缺失，视为失职。今天那些跳梁小丑该怎么？三大长老不该受罚吗？敢打死不守妇道的女人，那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滚！轮不到你做主。操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来问责我们？她是我的夫人，穆家主母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定主于我，不辜负之意。难道你也重生了吗？放开！放开！你叫谁？爷爷，是大喜的日子啊！你这是怎么想的？是他。七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七爷，你快劝劝吧。九弟，弟妹，这大喜的日子别动怒，坏了心情。有什么事啊？我慢慢说。哦。我还给你们准备了庆功礼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好酒，千金难求。哎，好，今天就给七哥一个面子。还得七爷呀，七爷真是个大善人，得亏七爷来呀，不然咱们的腿都得废了。七爷的腿还不是为了咱们九爷才废的。这事儿没完，宁夕，你给我等着！为了他，你终究还是没忍住回来了。别哭了，我帮你去找人。等一等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。橙子哥哥，我甚至没看清你的样子。橙子哥哥，我终于嫁给你，这辈子我一定好好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小七，我好开心呐！橙子哥哥，你说什么？橙子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喝酒了。小七，喝多了。橙子哥哥。我好想你啊！橙子哥哥，你又把我当成谁了？宁夕，宁夕，昨天发生了什么？
把穆廷修给睡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才清楚，可以解释的。不是，只需要你负责。要怎么负责？你说呢？昨天是你抢的。我呀，很怪。九爷，七爷一早就在这儿，已经等很久了。知道了。嗯，他又给你洗澡。你洗呀，你洗，干得不错。如果你是为了顾家来求情，那大可不必。你也知道，顾家对穆家有恩，所有的事情，让我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恩又如何？难道就要因为当年的恩情无限纵容吗？有恩有义，虽然顾家种种不是，今天还专门让你替弟妹求情。他们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他们之间确实是这样。姐。这么快就离开了，我刚进了城子。城子哥哥，我好想你啊。先是故乡，现在又是城子哥哥。小溪，你心里到底有多少人？调查人。是。被穆局长失败了，没想到穆廷修逃狱后，居然提前转移了数据库。是。是。穆家为了这次计划损失惨重，穆家就要破产了，而且彻底得罪了穆家，穆家马上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王叔，别忘了，林夕那个蠢货一直以为你就是他当初的救命恩人。你就是救了我的人，救你，橙子哥哥终于找到你了。对，我就是橙子哥哥，你以后可以慢慢报答我。你可别忘了，穆家祖上欠您家一个恩，而宁夕也欠您一条命，我们有缘的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两天穆廷修都睡在书房，为什么呀？难道他对我身材不满意？九爷，你觉得我是谁？顾萧还是橙子哥哥？难道他知道他是我的橙子哥哥？你知道橙子哥哥？一些不是对你太放肆，在我面前还敢提野男人？橙子哥哥不是野男人，他就是九爷。九爷，不好了，顾萧他自杀了。顾萧自杀了？顾家因为穆家损失惨重，找到三大长老求情，碍于顾家，穆家有恩，三大长老怕事情闹大，会影响穆家的声誉，所以。只要顾家一直拿着当年的恩情做要挟，穆廷修就会一直受制于人。顾家对穆家有恩，我们是世家，没什么让我帮你做的。天大的笑话！当年是我太爷爷杀人诛杀，没想到穆家人灭他，反而把我太爷爷认成了亲爹。穆家人，真是不就是认识做错。看来要找到顾家当年的证据，才能让穆廷修不被陷害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哪里？我来给你解释。您不是说？姐姐，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还好你安排好了一切，保护了穆家的数据库，还装入了心怀不轨之人。几位长老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。七哥不是为了这点小事来给我进宫吧？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。那个顾萧为爱殉情的事，一定是你办了。为爱殉情？这弟妹着急出去，
难道是为了顾萧？这强扭头瓜不甜，与其被践踏心意，不如早点放手。九弟啊，这穆家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要多花点心思在事业上，至少事业不会背叛你们。海景酒店收购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呢，你得亲自去一趟，我才能安心。海景酒店，前世我被杀手追杀，行尸丧命的地方。你选中的御月套房也在那里。那要这样看的话，这个女人恐怕只有你自己去了。前世我就是独自去海景酒店，为什么这次是七哥？七哥，你真的要我去？当然，只有你去，我才能安心。顾萧。哎呀，顾萧，顾萧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小溪，你来看我了。顾萧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怎么还自杀了呢？溪溪，没有你，我一天都活不下去。你不要离开我。渣男，到现在还想演戏骗我。不过将计就计，这次透露出当年顾家欺骗九爷的秘密。顾萧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家给九爷那是权宜之计，我是怕。顾廷修对你不利，我知道，我早就猜到你是身不由己，你不会忘了是我救了你，不会离开我的。嗯，你放心啊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照顾你。要不你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我一个，我买菜做饭给你吃。只要拿到钥匙，打开密室，就可以找到顾家伪善的证据。哟，好你个小贱人啊！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来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顾萧哥哥，没事吧？九爷，事已至此，要不就算了。傻娘们，好骗得很。九爷，就算我们顾家不是，可我们对你们穆家是有恩的呀，你又不能逼死我们娘俩，不是？九爷，小溪和我是真心相爱的，您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我？在吗？他在哪？洗手间。等我找到顾家的证据，看顾家还怎么在穆家面前翻身。前世顾妈都是用自己的生日做密码的。糟了，她生日多少来着？出来！出来！还没拿到证据，橙子哥哥，对不起，我还不能跟你走。我数到三。秋爷，你是因为我来了，所以躲在这里。我不明白，一个孤萧值得你这样？我是因为你那么爱他。不是我。秋爷，放开他！你就不要再强迫他了。你难道看不出来他对你的感觉是恶心吗？恶心？你放开我，你弄疼我了。你放开他，跟我走。九爷，他不爱你，他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我，不然他不可能第一时间来看我。你就接受现实吧。林夕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跟我走。九爷，小溪说了他要留下来照顾。九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走。九爷，顾家已经破产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，我宁死也不会放开小溪的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走还是不走？对不起，我九爷，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
我必须彻底了断顾家这个大隐患。小溪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太感动了。九爷你也看见了，小溪自己选择了，你走吧。九爷，七爷和三大长老已经在顾家等您开会了，去海景酒店的机票也已经订好了，明天下午三点。你要去海景酒店？不能去。你没资格管我的事。怎么了？我为了你都甩了穆廷修了，结果你连家里的钥匙都不给我，我现在都无家可归了。如果你在这里住得不开心，那咱们就回宁家去，怎么样？狐狸尾巴藏不住，这么快就把主意打到宁家了。我是想先得到你家里人的认可，再回宁家的。到时候我提前准备一个贵重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对了，伯母生日几号来着？7月15。今天你还是对顾家宽容一些。顾家当年对穆家有恩，九爷，就算你要灭顾家，不必一次把事情做尽。现在很多世家对我们意义很大，责备穆家，恩将仇报。九爷，顾家的事情的确有点冒进。九爷，你要是有七爷一半的稳重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种局面。九爷，别怪长老不多嘴，实在是，自己看。是我的失误，之前没注意到这个。我的七哥不简单啊。这是相信过不了几天，穆家就不敢对顾家怎么样。你真有本事。可恶，穆廷修现在腹背受敌，我要尽快解决问题，回去帮他。那当然。你别这样。小溪，你说过我是你的最爱，你忘了吗？我要你。顾萧之所以能冒充我的橙子哥哥，说出这么多细节，说明他知道当年我被绑架的内幕。当然啦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哎，等一下，之前你救我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主任呢？没有，就只有我们顾家和你们宁家的人，没别人。只有顾家和宁家，当年妈妈的死难道是顾家的手笔？小溪，别提这么扫兴的话题啊。等一下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我给你准备皮。这媒体啊已经让收买的差不多了，就是等着他穆廷修啊，看他能撑多久。下次他要有命活到下次，现在已经有人安排好了一切，就等他穆廷修走进海景酒店，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对穆廷修动手的不是顾家，那刺杀穆廷修的人是谁？救命啊，来人呐，救命啊。可恶，顾家太不要脸了，必须要把这些信公之于众，揭露他们的处境。九爷，七爷和三大长老已经在顾家等您开会了，去海景酒店的机票也已经订好了，明天下午三点。好，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必须及时到。去机场。好，半小时之内到机场。
该到了。你不是去洗澡了吗？我想和你一起洗。你还是自己洗吧，我还得给你准备惊喜。惊喜？洗洗澡就是惊喜，我们可以在浴缸里尽情行事。我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在鸳鸯戏水了，看不出来吗？九爷，这种场合围观我们不合适吧？九爷，我这是。你个笨蛋，自以为是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是真相？真相就是我爱的。如果你真的要离婚，我就放你走。是你呀，一直都是你呀，你这个笨蛋。松开。我不要，我要解释，不许打断我。我来顾家不是为了顾潇，是为了一个人。橙子哥哥。对。你又干什么？你的乐趣就是践踏我的心。九爷，来不及了，我们今晚必须赶到海景酒店。九爷，你不能去海景酒店。少奶奶，因为你，我家那名誉受损，现在正是九爷力挽狂澜的时候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捣乱了。九爷，你相信我一次，你不能去。够了，少奶奶，骗了九爷多少次了？你带着顾潇去穆家庄园结婚之后，你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穆家的名誉，照顾顾潇，做的哪件事值得被我信任？九爷，九爷，你相信我，你不能去。九爷，九爷，你相信我，九爷。既然不能阻止你。那我就陪你一起去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要见九爷。九爷是不会见你的。有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今天你是不可能进入酒店的。欢迎穆夫人，您和穆总的蜜月套房是三个八，这是房卡，请您收好。还有任何需要可以尽情吩咐我们。我是来这里度蜜月的，早就预定了，你还敢拦我呀？穆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你也说了，现在穆家的声誉受损，你说你要是把我赶走，记者会怎么说？你猜，对穆家这次的收购案有没有影响？你。爹，你们小姐，他死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已经把他挡在门外了。你把他拦在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管吗？九爷，不管不行啊！他打着您的旗号，直接入住了您之前预定的蜜月套房，我实在是拦不住啊。什么？太过分！您见还是不见？不见。我，爹。七爷来电话说他明天就到，明天酒店的钱财时间已经定了，需要你出席。好、啊，九爷，这些是酒店的文件。请问需要整理客房吗？不用。想你了。穆廷修，你被他骗的还不够，还要再被他骗一次吗？山不过来我就过去。穆廷修，你何必呢？我的心就是大山，就是石头，是不会被你感动的。山不过来我就过去。你想做什么？
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其他男人的替身了？你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替身，你是我的老公。以前是我太傻了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之所以阻拦你，不是因为顾晓，是为了你。说起来，你可能不信，其实我是重生回来的。睡着了。安心睡吧，我没替你守护好这一切。你也醒吧，再不醒来就不能保证你会对我做什么。我能对你做什么？对你和小七。我想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。看来要把重生的事情告诉他，才能让他真的信任我，避开所有的危险。其实我进来吧。你终于难得让我给你准备一套女人的衣服，你还挺多呀。多亏了企业在，现在的九爷和宁小姐才能向前看。宁小姐昨天特意来找九爷，九爷根本就没让她进了。哦，是吗？这个宁小姐给九爷带来了多少麻烦，简直就是个惹事精。这样的红颜祸水根本就不值得九爷费心。你的衣服太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我老公房间里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我这个红颜祸水就先给。九爷，你还能得意呢？对了，麻烦管家呀，把穆天修的行李搬到我们的蜜月套房。你。九爷，放尊重点，叫少奶。下去。是。九爷，我劝你怕也没用。这泳池的事情呢，毕竟是内部消息，现在还不想对外。你让其他人先回避一下，等你开展后悔后用。嘿，怎么看不起我这个单位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件事情呢，大忙我帮不上，但是这点小事情，我总得参与一下。毕竟我也是在一份子。检查完泳池的这个项目呢，这个收购案我就尽量就处理，不介意我提前给你清零。你昨天喝太多了。我听说顾主任一下午到了这儿，管家说弟媳昨天下午也到了，真是巧。这顾家已经在收购案中拿不到一点份额，居然也来了。你说他是为事儿呢，还是为人呢？啊、教练让我去参加比赛。不许去，下午穆言秀有研学，你要陪他去。我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这个比赛。你弟弟是天才，以后是要继承家业的，你要抛开你所有的事情，以弟弟为主，不能这么自私。凭什么？是啊，谢谢你。他救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是穆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他的腿换来了你，当然是值得的。穆天修，现在也是该你付出代价的时候。怎么是你啊？穆天修呢？九爷自然在忙自己的事情。别以为你能骗得了姐，就能骗得了我。就知道我和顾家一起来的。顾家也来了？哼，少跟我。你不就是和顾家一起来的吗？这次该不是为了顾家来偷转案的样子资料的吧？糟了，看样子管家是误会了，穆廷修会不会也误会了？
九爷在哪儿呢？我要去见九爷。九爷正忙着呢，没空见你。九爷在泳池游泳，任何人不得过去。再说七爷已经交代过，不许任何人进去，就连九爷身边最贴身的保镖也得在外边等着，不得入内。你还想去捣乱？啊？他保镖不在他身边？本以为有保镖在他身边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现在下次他要有命活到下次，绝对不能让九爷再次受伤。怎么不早说？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救下你。你站住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不要有事，求求你等我。死从来不难，难的是看不清的人心。如果我死，小心会难过。九爷，来人了！九爷溺水了！九爷，怎么回事？九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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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是你这个坏女人，是你害了九爷。我没有。就知道你们到这儿心怀鬼胎，你们为了顾家，简直就是不择手段，现在又要杀九爷。你少在那胡说八道啊！这是他一个人做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哎呀，我是看明白了啊，这事儿就是他一个人在那策划的，他想谋害九爷，好继承九爷的遗产。你们别忘了，我们顾家对穆家是有恩的，我们是世交，怎么可能对九爷下手呢？对呀，你不念及我们的恩情也就算了，还污蔑我们。好好好啊，我明儿就开记者发布会，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看看你们穆家是怎么对我恩人的。看来这件事情和顾家没有关系，应该是弟媳一人所为。对对对对对，七爷已经交代过，不许任何人进去，就连九爷身边最贴身的保镖也得在外边等着。难道要对穆廷修动手的人是他？这个红颜祸水早都该处决了。九爷心慈手软，现在好了吧？出事了吧？真是穆家的克星啊，九爷差点就死在他的手上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拿下，把他关起来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幕后黑手自以为藏得高明，没想到早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笑你们穆家自于高明，错把仇人当恩人供着。我笑你们孤家丧尽天良，却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你跟他放屁！我们可是穆家的恩人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我有证据，这就是当年孤家害穆家的证据，我找到了信件。好你个小贱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住手！九爷，九爷，九爷，为人死神。竟然失望。九爷，你差点都被他害死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你要是继续把他留在身边，你的性命难保，穆家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啊。他心狠手辣，挑拨离间，为了这种女人不值得。从前你为了这个女人做的那荒唐事，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今天必须把他抓起来。九弟，我知道你对弟媳一往情深，但是他现在对你起了杀心，这个女人留不得。你还是听长老那一句吧，你们可不要让这小狐狸精给你们骗了。住口！他们都说你要杀了我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还活着真好。你想说的就是这些，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你要把我杀了？你知不知道他们让我把你抓起？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都不重要，我说了我要守护你，只要看到你活着我就满足了。守护这就是当年顾家谋害穆家的证据。当年顾家想要斩草除根不成，不想被外人看到，于是装作救人的样子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你胡说八道，你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伪造的啊，不是真的。早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我拿到了原件，就在我的房间里，是真是假拿出来一看便知。好你个小贱人，
酒宴。 救叶！啊啊啊！开车，我们去医院。哦哦好，慢。你怎么怀疑我都行，但是不能阻止我救他。我是徐梦雪，只有我能给他输血。叶天行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。坚持住，别怕，我一直都在。十四哥哥，你不能有事，快点，快点。 就算是救人，也要考虑自己身体的状况。我可以，就算抽干我的血，也要救他。小溪，是你吗？宁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如果不是你因为酒液输血，恐怕以前是不是对你太无礼了？没了，太了，这点血算什么？我命都可以给他。你醒了。 宁熙，如果不是宁熙，你会被刺住院吗？怕给你输血，只不过是交通抵扣啊，算不了什么。现在顾家丑闻满天飞，穆家也被媒体关注，这次的收购案差点被影响，还不都是因为宁熙？我早都说过，这个宁熙是个祸害，现在好了啊，连我们穆家都给害了。穆廷秀。 你是穆家的掌舵人，你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三位长老的意思是，宁熙不能留在穆家，而穆家主母的位置，三位长老已经有了人选。宁雨柔毕竟是宁家认可的女儿，总比宁熙那个亲人好。宁家和我们是世家，不破坏我们两家联姻的最好方法。 就是你们离婚，宁雨柔，孟天星，你就听长老的话，忘了那个女人。宁熙在哪儿？哎，你快，老师，哎哎哎！地震破产了，我妈也进去了。宁熙，我现在职业问题了。 是你们自己自作自受，你放开你个混蛋！小溪伤到孩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怀孕了，我怀孕了，这件事情前世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难道我真的改变了丛生的命运？你害不害得那么惨？你以为我会让你把你们的孽种生下来呢？ 住手！小溪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们只是太开心了。我和是哪一次有了呢？是在你们新房里的刺激衣，还是在九爷书房里自己偷情？啊，哪次呢？还是太多次了，记不清了。 每一次都让人回味。怎么，还想继续听下去吗？九爷对我们怎么样，孩子都很感兴趣吗？是谁的孩子，还不一定呢。<笑>九爷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到底是谁的孩子。九爷，你们竟然已经有了孩子。我和小溪已经商量好了。 你们离婚，我立马去小溪过门，事到如今，九爷您不会不成全我们吧？姐姐，我早就知道你喜欢顾萧，但是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你怎么样也要考虑九爷，考虑穆家的脸面呀！混账东西，把我们穆家的脸面丢尽了！不守妇道的女人，不配留在我们穆家。九爷，你还要把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留在身边，不怕整个华国看我们穆家的笑话吗？今天必须把这种女人扫地出门。九爷。 你的一言一行和关系了穆家，你可不能再如此肆意妄为。你们都要我们离婚，你也想要离婚吗？我，九爷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早早求他。好，离，你总算是想通了，也不枉枉费我们这么劝你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对董事会。
也能有个交代。是啊，媒体那边总算能交代过去了。媒体那边我来联系吧，我有认识不少朋友。好，不愧是真正的大家闺秀，能为穆家带上帮忙，比那个妓女强多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既然你们已经决定离婚了，那我看你和宁雨荣的婚事也尽早定下。一来呢，可以巩固两家的关系；二来，也有利于对外公布。你不是本来就想离婚吗？哭什么？你一路上都不听我解释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？你是因为误会才和我离婚，还是因为不爱我了呢？如果真的不爱我了，知道真相会让我打掉这个孩子吗？你真的不爱我？你废话那么多干嘛？我头晕。怎么？晕了？今天无论如何不能离婚，不然没有更好的机会给他解释。就算他不爱我了，我也要让他再次爱上我。他就非要离婚吗？宁愿把我抱到离婚登记处。爸，爸，怎么是这里啊？不孕了。哎呀，出血喝多了。结了婚再孕，不然怎么离婚？你们几个呀，一会儿一定要着重拍宁熙的眼泪。哎，你们两位往前来一来呀！一会儿他们第一时间出来了，等他们离婚的第一消息。今天怎么就只来了你们几个呀？今天可是重大新闻，能不能抢到头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哼，宁熙，你也有今天，今天我就要让你成为全市的笑话。我就不相信到时候老太婆还愿意把遗嘱留给你。当年我们顾家可是为了你们家才去绑架宁熙的，我也是为了你才被穆天修和宁熙记恨上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了，你可一定要想办法帮我。放心，我马上就要嫁给顾天修了，到时候金钱地位势力都有了，还怕我帮不了你？他们真的去离婚了？如假包换，等着看头条吧。来，哎，两位新人看我这儿啊。橙子哥哥是故意的，来，两位新人，他心里爱我，想娶我。新娘子，你把眼泪擦一下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两位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。来，哎，结婚为了离婚，你不要想。结婚嘛，靠近点，来，一二。这不是说要离婚吗？啊，什么结婚的消息了？快给玉儿打电话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要他一条腿。怎么回事？你闹！你开口说话，现在怎么跟董事会交代？真不愧是九爷，对宁熙的爱心口坚定，哪怕背后洪水滔天，也绝不会妥协。哎，儿子，你不说这件事你能搞定吗？这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结婚了，可恶，这个贱人竟然敢耍我！老子把我害成这样，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九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七哥，没想到你那么关心。我当然关心你。你从小就是家族的希望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对我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几位长老和我都觉得宁如更好一些，而且还是宁家唯一认可的。性格温顺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。是吗？这么好，不如你娶她。你忘了，我为了救你，
再双腿废了。人家怎么能看得上我这一个残疾？以往这种时候，他都会蹲在我腿边安慰我的，这次怎么？都是这东西，拖累了我，我也给你帮不上什么。既然七哥那么在意自己的腿，那不如好好休养。我已经帮七哥订了去三亚的机票，房产已经购置好了。至于公关部的事情，就让三位长老负责，你就好好休养。你的意思是让你现在就退休？提早退休不好吗？我还帮七哥请了最好的护理，24小时全程监护。他这是要软禁我？怎么，七哥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姐弟，现在能独挡一面，不需要七哥。宁夏老太太的病情怎么样？这木匠恐怕一时半会拿不下来，只能先从宁家下手。奶奶快要不行了，需要换肾。这宁家的女儿不都是挺孝顺的吗？还用得着在外面找睡员？你是说换宁夕的？做个假的皮皮哥哥，把他骗过来。当初宁夕因为他妈妈的事情，已经和奶奶吵过一架了，他不会同意。这点事情都办不到吗？不是我不办，宁夕她还怀着孕，不会轻易同意做换肾手术的。怎么，现在就开始打退堂鼓了？难道你不喜欢宁家的家产，不想？木夕，你要娶我？只要我拿下木家的产业，你不光是我的女人，还是木家的主。这不就是你这么想要的？好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穆廷秀，我要让你苍生生不如死。七哥，谢谢你推了我一把。滚开！我推你是因为……就我这份恩情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我以后一定会还你。记住，你永远记住，凭什么我的一切都要为你开路？穆廷秀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我也要让你尝一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穆廷秀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真相。可惜，可惜。我来接你回宁家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保证让你顺利进宁家的大门。只有回到宁家，才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查清当年绑架我的真凶是谁，救外祖母于水火之中。等着，小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你怎么还不下来？再不下来我就上去了啊！你的顾霄在叫你，你怎么回答？你先松开我！你是怕他看到，不要你？这个牌子是……林夕，你越是你不开门，我自己进来了，我就越要让他看见。别进来！房间里还藏了别的男人，怪你是不是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？我为了你抛弃了一切，牺牲了我身为一个男人的尊严，入赘宁家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？入赘宁家？当然，我会对你和孩子负责。虽然你结过婚，但我会照顾孩子。宁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愿意让你回去。宁夕，你害我顾家陷入万劫不复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我会对你和孩子好的，走吧。你怎么在小西房间里？有问题，我们还没离婚，我还是她老公。奶奶，我们找到肾源了。真的吗？是谁家的？咱们宁家一定好好的谢谢人家。是宁夕的，不过他提出了条件，必须让他带着赘婿回家才能捐一个肾。我不要。奶奶，虽然小西朝三暮四不守妇道给您家蒙羞，但是这个肾源确实来之不易，而且小西已经被穆家给赶了出来，您不要的话，爸爸肯定不会同意让他回来的。
要是我能配型成功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受小溪威胁。肯定是因为小溪被穆家赶了出来，他才会出此下策。算了，为了妈的身体，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。这个漂亮女人也就在那儿坐着，不过想要进入我们宁家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宁家有宁家的规矩。姑父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奶奶会不高兴的。玉柔啊，你就是太善，宁夕说什么你都相信。宁夕啊，她本就是个品位，万一她骗你顾娟了怎么办？骗我们？把她摁在手术台上，取她的身。你有计较吗？让她一步三叩首，跪到妈的面前，才能表现她的孝心。女婿，下车，我们到家了。还有多久？九爷，还有20分钟就到宁家了。再客气，快点。宁家的人心术不能让他们伤害小溪。脸皮真厚，你妈当年跟野男人跑了，还有脸回来？妈水性杨花，你也遇上了你妈，朝秦暮楚，被人家扫地出门，你还敢回来？伯父，我替宁夕的妈妈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宁夕的妈妈虽然水性杨花，朝秦暮楚，但宁夕不是这种人啊。只要您愿意接受宁夕，让她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倒要看看你自己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将害了妈妈的真凶，我苦求。当真？做什么都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对不起。好，你想要回来可以，那你就从这里一直跪到你外祖母面前，给她磕头认错，只要她原谅你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想害我？你们，我也想，可是怀孕了。果然和你妈一样，水性杨花，怀了别人的野种，那你更要跪下来，向宁家所有人道歉。跪下！刘成，刘成，你来了。我来很不习惯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小溪，你是因为怀了野种才被赶出家门的呀？真没想到，竟然是这样的。宁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。不知九爷屈尊降贵来宁家有何指教？不知道九爷，你妈妈不是当年跟穆家的司机跑了吗？穆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喜欢仗势欺人。大妈，我叫你女儿，九爷也要管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惹怒了九爷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九爷特意前来，是为了和你成了婚事吗？你真的是因为婚事来的？是。九爷大驾，宁府蓬荜生辉，你快请。宁家就是这么交代的。快，打扫一下。迎贵客进门。九爷，快，你来去。看到没有，我女儿，你一个手指，我女儿啊，马上就要嫁入，成为入的太太。雨柔命真好，不像有些人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怀着野种被送走。我要是他，一头撞死算了。你出去，往外面待着去，别这个丢人现眼。出去！站住！
九爷，你不是来商量和雨柔的婚事的吗？钱宁熙的手，我爸，谁说是来商量的？不是雨柔，那是，我是带宁熙回门的。走，看奶奶去。 爷爷，爷爷是你回来了吗？爷爷，你外祖最喜欢的就是你爸妈。你外祖母缠绵病榻，你妈都不曾回来看一次，实在是不孝。是啊，宁熙，你还不赶紧替你妈妈尽尽孝，把肾捐给外祖母。这些年，你外祖母在睡梦中都会喊你和你妈的名字，你难道忍心看到你外祖母？ 被病痛折磨吗？宁熙，捐肾又死不了，你难道连这点孝心都没有吗？不是我不想捐肾，是我真的怀孕了。可是小希，你怀孕了，我都怀孕了，你们还逼她捐肾，不行。宁熙，你答应捐肾，我们才让你回来的。当今人就反悔，太恶毒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捐。 马上滚出去！这个没关系，打掉孩子就可以捐肾了。你不是孩子他爸吗？怎么会要打掉孩子？莫非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？你另有所图。我这可都是为了老太太，我们还年轻，孩子还可以再有。是吗？如果你真爱宁熙，怎么可能让他去捐肾呢？我当然爱他。 我知道他对他母亲当年所做的事心怀愧疚，所以想要捐肾弥补老太太，我就是因为爱他，所以才舍得放弃我们的孩子成全的。不信你看，这是我和小希的照片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我不在乎他的母亲有多卑劣，也不在乎他的出身，我就是爱他。是呀，这小希都嫁给了九爷，还这么张三暮四，真廉耻。干嘛？你想销毁证据？ 我穿的薄，你穿的厚啊，这照片我手指头都变形了，P图技术不行啊，还有白边呢。费尽心思P图进入宁家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没有，我是真的爱宁熙。爱我？你利用我谋取穆家的机密，造谣我让我跟穆廷修离婚，是爱我？你P图建筑宁家谋夺财产，是爱我？ 小希，你别胡说八道！我知道你是气我刚刚逼你打掉孩子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站你这边啊！你说的算我一个都不信，现在赶紧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我已经顺利回了宁家，不行，给你任何机会。小希，给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你机会，你偷取穆家的财产不成，还想偷取宁家的？滚！来人，把这个狼子野心之人给我拉出去！宁熙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希。 跟我走。不行，对不起。你是因为那个孩子才跟我走的？是。那到底为什么？那个孩子到底是谁？是那个陈思吗？这个孩子是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宁家的血脉，有了他，我才可以留在宁家。宁家可以给你的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我愿意见到这个人。我要完成妈妈的遗愿。 照顾好外祖母跟宁家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是我的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手。小希真的变了，变得更加强大了。你回去吧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需要多久？一年，有一年的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不愧是我的小希，就是比别人强，哎，越来越离不开他了。我信，等你事情解决之后，再说。 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，保护好外祖母、穆廷修。我绝不负你。小希，捐肾的事商量好了，如果你不打掉这个野种捐肾，我们就将你赶出去。我们可不会养一个丢人现眼的女人。宁熙，我在门口等你，和外祖母聊会天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小希呀，来，快来。
小夕阳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一定没少受苦吧？这么些年呢，外祖母也一直让你爸和你舅舅他们出去找你，可没想到，就在我这眼皮子底下，就在眼皮子底下，咋就找不到你呢？害你受了那么多的苦。让他们找，不找到才怪。老太太，该吃药了。哎，吃药了。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外祖母也是我弄死的，是我把她的降压药换成了让肾衰竭的药。要不是因为我，那个老太婆还不知道会活多久。哎，不能吃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小姐？为什么呀？外祖母，这个药被人换成了肾衰竭的药，现在停药治疗还来得及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是舅舅舅妈，慕容雨柔。去，把他们三个给我抓起来，尽快查明此事。是。外祖母，你去医院找医生给你看一下吧。好，外祖母。听你的，你就放心。你这怀孕了，先回去休息啊。嗯。这些是你小时候种的东西。噔噔噔噔，小夕生日快乐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娃娃。谢谢妈妈。希望我们小夕平安健康，快乐顺遂。妈妈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也要当妈妈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护好我的孩子和外祖母，绝不会让上一世的事情再发生。秋叶，你吩咐的孕妇所需要的东西都已经送到您家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不知道小夕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如果是女孩，肯定和小夕一样漂亮。这老太婆怎么可能会知道是我们下的毒？宁夕一回忆，这太婆就知道，肯定是宁夕说的呀。喂，四爷。事情败露了。外祖母，你找我。小夕啊，夕啊，外祖母恐怕是时日不多了，我想把宁家交给你。外祖母，你妈妈是最孝顺的，也是最有才华的。挺小的时候啊，他就给你外祖父出谋划策，才有了今日的宁家。可是外祖母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要放下整个的宁家离开。但是外祖母啊，认你是我们宁家的血脉。小夕啊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这是咱宁家的传家之宝，你一定要保管好。妈，妈，你怎么能把整个宁家交给他？当初他妈跟那野男人跑了，这些年都是我们尽心尽力的照顾你呀。是啊，老太太，凭什么孝敬的是我们，奖赏却给他？太不公平了。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生了野种，她就不配继承宁家。我妈没有跟别人跑，她是被人害死的。我一定会证明他的清白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妈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他为什么这么紧张？难道另有蹊跷？是啊，多年前的事儿，恐怕瞒不住。立刻给我灭口，夜长梦多。确定？那可是您的灭口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威胁到我的安全，都不能让他活。
九爷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九爷，是宁夕勾引我的，是他非要喜欢我，我劝过他，可是还不说实话。九爷，你要知道什么？你给我指条明路。小溪为什么跟你在一起？小溪眼光再怎么不好，也不会跟你这种人渣在一起。是他喜欢我，我打你啊！我说，是宁夕以为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才对我感恩戴德，言听计从。还有，孩子不是我的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呀。九爷，你饶了我吧。九爷，你要查的东西已经查到了。九爷，当年你救了少奶奶离开之后，就是这个古孝冒命顶替了你，所以少奶奶对他死心塌地。贞子哥哥是当年你救了少奶奶，给了他一粒橙子，直接告诉他叫你贞子哥哥。我就是贞子哥哥，古孝没有碰过小溪，小溪怀的是我的孩子。九爷，还有一个秘密。说，当初少奶奶的母亲也是被人陷害，她并没有剖腹弃子，而且已经离世了。查，立刻查出主谋。是。把这个祸害拖到地牢，这一次一定要处理干净。交给我。斩草要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一定不要留活口。你放心，我也想看到九爷痛失所爱，伤心死的样子。不好，是季游。来人！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景熙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我真的给他害的。我凭什么害你？我是要杀你的。不能杀我！你要是杀我，我就是会报你的。住嘴！这些都是杀了你吗？为什么杀不了你？你杀了我吗？哈哈。既然你要死了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当初你爸给了我一笔钱，我们达成交易，绑了你，把你爸骗了你。没想到的是，你妈那么难受，你点燃了火，她竟然拖住了我双腿。很快找不到陈心，原来都是诈骗，这个还没办法。只是为了钱。就丢了双腿，而你伤到的是那么深的水，竟然连一次都给捏走了。凭什么我一个人痛苦啊？但是我赔上了。海源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有没有人啊？宁母失踪前上了一辆车，疑是穆家的车。宁母上车后，宁父曾与副驾驶人交谈。不好，小溪有危险。去宁家。是。去宁家。九爷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小溪在哪儿？小溪，小溪不是和您一起回去了吗？哎，您权势滔天，也不能在我家横冲直撞。我爸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正在休息，您高抬贵手。前世小溪就是今天遇害的，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，我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找不到小溪，我要你们整个宁家陪葬。哎，九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太过分了。九爷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小溪在哪里，您就高抬贵手吧。九爷没有看到后门，没有找到，那就从你先开始。哎，九爷饶命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或许小溪跟他妈一样，和人。好，
我知道小溪在哪。伤不上进心吧，没人能来救你，坚持就是你的死期。爸重生一次，仍然改变不了我的结局，好不甘心。儿子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饶了我！小心，小心！天星，我在这儿。秋叶，秋叶，秋叶，你弄到我天，我非认你不行。你放开我，我是救小溪，救你的孩子，小溪。秋叶，天星，我在这儿。天星，我在这儿。小溪，陈明星，陈明星，我们快出去。站住！你的头不行了。疯子，你给我让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没死，你很失望对不对？你希望我无声无息的消失，然后编造出我出轨的谎言，就像对付我妈那样对付我，是不是？果然知道了，就不该相信孟子爷那个没用的废物，就该杀了你。是你，你杀了我女儿！老夫人，王兄，我这种畜生身体不值得，带走，放开。两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有时间回来照顾孩子。放心，宁雨柔杀人未遂，她的父母也是帮凶，有我在，他们不可能出来。只有些人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替妈妈讨回公道了。你看，她的嘴巴像我，眼睛像你，哎，可惜了，不是个女儿。是个男孩你就不喜欢了？那你还我啊，我走。好好休息。外祖母说了，你刚生产完需要静养。我静养一个月了，想出去走走。那也不行，你得好好休息。老太太来了。小溪啊，外祖母，别动别动，辛苦我们小溪了。生产的时候疼不疼？不疼。看看孩子。哎呦，慢点儿。哎，这孩子啊，生得好看，是有福的人。孩子还没取名，外祖母给取个名字吧。愿他秉承天恩，福泽万世，百岁平安，就取承泽二字，你可好？承泽，木承泽，喜欢太太给你取的名字吗？我都当太奶奶了，后继有人了。